过年我们吃些什么？我们去吃红红火火的火锅吧，走。哈哈哈，不思。万物皆可串。不会是串串吧？果果跟串串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串串的种类更多一点，而且结算的时候是以数亲签的方式，可有意思了。那我们快出发吧，走。噔噔，有专门挑选串串的框框，你看是不是很接地气啊？我们数数有多少种食材。挑了满满的一筐上菜咯。来给文文来点特殊食材，如何搭配串串调料？我不允许还有人没吃过油碟，干碟也很好吃。噔噔，分享一个热知识，成都的串串是分两种的，热锅和冷锅，今天我们吃的就是热锅哦。要展开四楼，盲猜自己看到的食物是什么，如果猜对两个以上，嘿嘿，你猜我买单，猜错了你买单哦。第一回合菌干，吃起来有点像那个软骨的那种味道，因为它有嚼劲，是脆骨吗？菌干哦。第二回合肥肠，这个味道我好像知道，但是我一般不怎么吃，是不是那个肥肠？最后一回合秘密武器，十二个！嘿嘿，文文挑战成功，我这就买单去。导演，你又整我，你快给我回来！虽然请客了，但真的很开心，哈哈哈哈。